是红伞小女孩，赶快溜啊！等一下，有兔耳朵，是不是小梧桐呀？小梧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哈哈哈！小梧桐连自己亲妈都不认识了，想想真是让人心痛。小梧桐，我是你的小五妈妈呀，你快醒过来好不好？笑死我了！小朋友们现在寒假作业都还没写完，已经不可以玩手机了。我命令你马上抓住小五。好的，比比东大人，我马上抓住这个兔子。三哥三哥，快来救救我和小梧桐呀，他现在完全不听我的话，不认识我了。小五，我来了，你别怕，三哥保护你。小梧桐快醒过来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小梧桐，把这个蓝衣服的也一起抓起来，他们以前都欺负过你，是我救了你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，我才是你妈妈，不信你可以问别人是不是真的。比比东妈妈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抓住你身边。不要啊，小梧桐，我才是你妈妈。小梧桐，住手！哈哈哈，没有人帮小五，小梧桐也不认识他们了，以后我就是天下第一了。